后史诗般的故事背景，搭配电影及视觉响应，由韩国开发的大型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，可以喜好自由选择多达17种职业。五月底在台上线，就引发玩家热烈讨论。在巴哈姆特的热门看板上呢，它是有冲上第二名的。而且在 PC 版甚至有冲上的第一名。游戏相当注重于团队合作，它不同于其他的 MMORPG， 在副本的机制上设计得相当的多元，因此冒险家们他们需要针对副本的每个关卡去拟定策略，然后还要不断的沟通来完成攻略。除了视觉设计及剧情特色，更提供符合玩家习惯的游戏机制，让冒险家充分享受游戏乐趣。台湾很少见到大型的 MMORPG 游戏内可以体验很多特别的内容，还有他们的画面，还有操作型等等，是比别的游戏不一样。看准台湾游戏市场发展潜力，将人气线上游戏引进台湾，打造更多元的游戏体验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